星借图来到水晶欧尼回蓝通，天气越来越冷，代表岁末将至，迎接新的一年又要到来了。跨年你想好去哪里了吗？千万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2021到2022年花莲的太平洋观光节跨年演唱会哦，因为卡斯破光啦，亚洲舞王罗志祥、小猪返乡独家献唱。为什么一定要来花莲跨年呢？因为全台最大场、组数最多的跨年演唱会就在今年2021年跨2022年的花莲太平洋观光节的跨年演唱会，从12月26号到31号，一连六天在花莲的东大门广场热闹开唱哦，超过60组的巨星轮番登场耶，其中当然还有我们刚刚说的重量级的大咖亚洲舞王罗志祥，还有选择跨年时在家乡花莲独家献唱，带领乐迷们一起嗨翻花莲。而每年最受瞩目的东台湾音乐盛典夏恋嘉年华，由创办人傅坤奇立伟从2008年开始举办的哦。这个啊，水晶欧尼前年夏天可是亲自去过哦，真的是场场都是偶像大咖，歌手云集呀。今年已经迈入了第14年，收了亚洲最经典的声音，成为天王天后必登场的国际舞台哦，也是培育许多亚洲巨星的摇篮。花莲县长徐正伟就说啦，今年因为 COVID-19 疫情的影响，延到年底和太平洋观光节跨年演唱会合并扩大办理啊，所以啊，今年真的是一定要来花莲，因为成为全台跨年最大场，为花莲跨年带来全台最长、为期六天、组数最多、超过60组天王天后级卡司轮番上阵演唱，同时更是含金量最高，包含了金钟、金曲、金马、金鹰奖得主的歌手。第一波的卡司啊，就是公布了久违舞台的亚洲舞王罗志祥，小猪将在跨年夜独家坐镇花莲，带来一连串的经典舞曲，精彩的演出势必啊嗨翻了花莲的舞台现场。花莲的太平洋观光节，更多重量级的卡司阵容将陆续公布，陪伴大家迎向崭新的2022年。我们的花莲观光处大家长张志祥就说啦，为期六天的太平洋观光节，每天都有不同的音乐主题哦，满足喜爱各种音乐类型的乐迷朋友们，并在12月26号、30号、31号三天带来璀璨的烟花星空秀。只要买一张到花莲的火车票，就可以到现场体验视觉、听觉的双重享宴。希望啊，大家都能大手牵小手，一起来听花莲的这场跨年演唱会，近距离的感受巨星的魅力。而活动期间呢，会场周边将实施交通管制，管制的路段包括了重庆路与中山路、中山路与轩辕路口、中山路与花岗街口、福丁路一带。如果你要搭乘大众运输的旅客呢，可在花莲火车站前站的左前方搭乘花莲客运，或到花莲火车站前站的旅游服务中心搭乘统联的客运308、太鲁阁客运301路线，在中华站下车之后呢，步行到活动的会场。而活动期间六天转播将在 NTV 台、三立新闻网、Vido 影音、三立官方 YouTube 频道。31号花莲的跨年晚会转播，除了这些平台之外呢，还有台视综合台以及晚上10点开始转播的三立台湾台同步呈现。当然除了拜拜2021年，迎接新年2022年，花莲新年又有什么活动呢？花莲啊，可是陆海空全面出动迎接
2022年的第一道曙光哦。花莲县政府历年来举办的爱恋花莲七星潭元旦健走迎曙光活动已经成了著名的元旦活动，吸引游客到花莲迎接新的一年。今年更进一步让民众透过海陆空三种方式迎曙光哦。真的吗？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就是这么厉害。花莲县政府与赏金船以及旅行业业者合作推出了迎曙光船班以及迎曙光的专机，以不同的视角欣赏曙光，迈向崭新的2022年。花莲的观光处处长张志祥就说啦，花莲县政府在111年的1月1号周六举办2022年爱恋花莲七星潭元旦健走迎曙光活动，挥别前一年的疫情造成的大家的苦闷，影响复苏以及崭新的2022年。这次选择拥有美丽景观的七星潭赏星广场举办健走活动，邀请大家近距离的欣赏太平洋壮阔的浩瀚之美，感受花莲七星潭的美景以及花莲新鲜的空气，舒展身心，走出户外，迎接2022年的到来。而水晶油腻呢，是非常想要在海上迎曙光哦，因为这次的海上迎曙光的船班方面呢，金世界的赏金船业者表示，这次预计开出两艘的船，共108个名额，清晨6点前出海耶，在花莲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一同在海上迎接2020年的第一道曙光。哇，我想到在海上看到这个缓缓的太阳升起，从海平面欣赏晨曦以及金黄波光粼粼的画面，仰望壮丽的清水断崖，这个画面我想到就觉得非常的美丽呀，还有机会欣赏到鲸鱼和海豚哦。当然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就是曙光包机，这次由全顺旅行社安排台北飞花莲两天一夜的迎曙光行程，乘客将搭乘丽荣航空酷企鹅的彩绘机，在20000尺高度以上帝的视角俯瞰东海岸的山海美景，是不是听起来也相当的吸引人呢？当天曙光大约在上午的6点36分出现，乘客将在花莲的清水断崖上空欣赏到无边际的太平洋海景以及绝美的曙光，落地后将可以在飞机前与机组员全体合照，行程走访花莲的经典景点，前往花莲市区，由在地的文史老师带领城市走读，体验慢精品花莲的美好，是不是听起来海陆空都非常的美好呢？而元旦当天，乘客在松山机场报到的时候呢，将由花莲县的吉祥物就是猴面鸭以热闹非凡的舞蹈表演迎接乘客，乘客可以跟超萌的猴面鸭拍照打卡，还可以获得猴面鸭的大型玩偶。花莲的观光业者也卯足全力迎接新年的第一团，远雄海洋公园以及花莲的芙蓉大饭店的吉祥物将在花莲机场迎接。芙蓉饭店全面升等海景房以及致赠吉祥物玩偶哦。当天更抽出一组贵宾升等和洋套房。而远雄的悦来大饭店则将于行前举办公开甄选，选出一对恋人，安排浪漫的活动，并提供价值20000元的主题套房一晚呢。哦，如果你是情人要去跨年的话，这个赶快去抽一抽，搞不好就有机会抽到20000块的主题套房一晚哦。花莲县政府下半年到农历新年期间活动满档，太平洋观光节在花莲市东大门广场举办，从12月26号开始嗨唱6天6夜到跨年哦，不是3天3夜，是6天6夜，好不好？
六天六夜到跨年，参加完跨年活动后，还能前往花莲的七星潭参加元旦健走，在美丽的花莲海岸迎接2022年的第一道曙光。另外，从2022年1月22号到2月20号为止，在太平洋公园及鲤鱼潭将举办太平洋灯会的活动哦，将展出创意的灯饰，增添过年的年节气氛，欢喜迎接农历新年。从跨年到新年，从新年到迎接农历新年，花莲县政府都有一连串的活动，让大家在新的一年挥别2021的疫情，来到花莲深呼吸新年新气象。2022年来花莲旅游迎新年。这集的水晶欧尼回蓝通 Podcast 还精彩吗？好山好水的花莲，水晶欧尼回蓝通，我们有机会再见哦。以上由花莲县政府赞助播出。